给我准备家人们啊，送东西了啊，送的东西全部挂你们公司账，你们什么时候来，我就什么时候提下来。来，家人们想要啥？哎，那个师傅，这样子，刚才啊，你现在啊，给他刚才他那个这些地方不怎么通的啊，这些地方不怎么通的那个你给他开了什么？他这个不通，说他这个是吧？啊，他就是这个，他的这个血塞通，血塞通啊，对，血塞通。这个在你们这里多少钱一瓶啊？你说咱们这个血塞通是吗？799一瓶啊？799一瓶？799一瓶啊？哎，对，799一瓶。他这个怎么喝？咱们这个就是早晨起来晨起拿出来两片到三片泡水喝就可以。啊，对，早晨起来啊，拿个两三片。对，拿两三片泡水喝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拿个两三片泡水喝就可以了。他这个怎么感觉好像是一树切下来一样？对呀，你看没看见？为啥他这个长得都你就泡水喝他就通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看这个他那个名字一看就知道血塞通。哎啊，799一瓶是不是？对，799一瓶。给我拿30瓶来。30瓶。嗯。哦，行行行，挂杨总公司账啊。先挂杨总账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799一瓶是不是？对，799一瓶。来，今天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种情况的？799一瓶是不是？对，79一瓶。然后79抢到一瓶，再加一瓶来。抢到一瓶，再加一瓶，抢到一瓶，再加一瓶，你们收到货是4瓶，来，拿40瓶过来，我要给直播间家人们上10单，我给大家上10单啊。40瓶呢，师傅这么多，那就没有，你拿过来就行，没事。有杨总给咱们那个杨总公司挂杨总公司账就行了。好的，是吗？来，下方小黄车啊。不妨掉吧。雪你们那个。买这个血塞透的啊，你们买到了之后，收到货啊，收到货你们三片两片的泡水喝就行了，泡热水喝还是泡冷水喝？泡热水喝。泡热水。泡热水喝是不是？泡热水喝的。泡热水喝啊，是的。下方小黄车，我给大家上了10单，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，能付款说明你们抢到了，付不了款说明已经没有了，被别人抢完了，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啊。它是主要啊，来你来说主要啊。那个因为我在抖音直播，你不要收的违规了啊。你就大概的讲述一下它是干嘛的。就是有的就是咱们这个管道不通的，有堵的，有管道不通的堵的。对，有的梗的，有的梗的有的栓的，栓的，就是说话说不清楚的。对，怎么说不？就是吐字不清晰，因为他吐字这个不听使唤了，手也不听使唤，脚手也不听使唤，人年纪大了，都是各方面都不听使唤，说话都有点不清楚的那样。还经常流哈喇子的。经常流啥？流口水。流口水啊。流口水的，就往里淌口水，就是水口也不好用的，歪的，完了口水不就流下来了吗？全部都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。对，管道堵了。堵了才会导致这样的。对，完了栓了。来，用这个血塞通给它疏通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给它通开了。来，下吧，小花车，抢那个你们收到货是4瓶79，你们收到货是4瓶，来。4瓶。嗯，因为我说的这些他们付款了，这些你打包给他们。啊，而且你看一下有多少个人付款了，你就找他要多少单。然后账的话记得杨总集团账上啊。杨总同意是吧？他必须同意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一会儿我给您房给您调过来，师哥您记一下。好的，我记下。好的。那个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啥？而且阿姨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刚才给老杨开的，杨总开的。哎，杨总开的，他是数字。对。他这个怎么是啥？这个是我，你先说一下名字。葵数字。葵数字。啊，叫葵数字。葵数字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有没有认识的？有没有认识葵数字的？对。打开我看一下，是长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这种有没有直播间家人有没有认识的来？对，他这个怎么吃啊？就把这个壳掰开以后，看没看见？啊，为啥叫葵树籽？咱们就把这个掰开，就把这里头这个瓤
拿出来，这个人就用这个人儿啊，知道用这个人儿来泡水，就是用开水，用100度的开水，对，给它倒进去以后焖20分钟，然后就可以喝了。焖20分钟，用100度的开水焖20分钟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张总那个他这个是有啥用呢？啊，这个因为杨总是用身上有那个一个块一个块的，我这么说。哦，身上长一块一块的那种啊？不是，就是有包的有块的。哦。就是像有肝宝宝上有包的有块的，有肺宝宝上有包的有块的，有结什么结的，结什么结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明白。啊，还有啥？有的严重了就是一期早期。然后到中期，然后到最后到晚期了，因为杨总这个已经身上已经有点这个征兆了，哦，所以就是这个要开，啊，有，要吃这个预防是不是？对，预防，对，哦，就是没有的，就是要给他防上。杨总就是，我听明白了，直播间家人们啊，嗯，你们听明白了没有？就是，刚才那些症状的话，基本上都是，没法弄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人都不行了。对，所以要提前预防一下。对，有可能。那我这个我现在人正常的人，我先吃行不行？吃，我也预防一下，我也害怕那些遇到那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喝，为啥？因为现在。但是多少钱？多少钱一盒？这个？咱们这一盒是1580。1580。嗯，1580一盒。哇，你这个预防的东西也有点贵哦。不是，这个是真的好，特别难采摘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是那个。它这个也不能说贵啊，对于咱们传统文化来讲呢，就是说是最高级的，就是治胃病，就是未来的胃，就是胃病先防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没有必要的先预防，啊，一旦有了，对对，就是有了，防止它扩散扩大。哎，的意思看。对对对，看那个那个占胃的那个包那个块儿。明白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是的。1580是不是？对，1580。来，杨总，我直播间158。电话。拿20给我，拿20盒给我。拿20给你。拿20个。嗯，20盒。20盒。嗯，来，咱们直播间158。他，你这里卖1580是不是？嗯，对，这一盒是200克。不要这样搞了，你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。158，来，我跟你说，马上到了。158，你们抢到一盒，再加一盒，收到货是2盒。哎，王菲，马上到了，人，好，不要搞了，停止了，不要搞了。先下去吧。马上到，不用，等一下，就是到了你再下去，好不好？来。拿十盒给我啊！拿十盒是吧？啊，行，杨总公司，杨总集团买单啊！嗯，好的，师哥寄下来十盒，在库房。嗯，好的。有需要的可以抢来喝，不需要的也可以抢来预防，家人们。王菲，对，王菲，我跟你说，不要弄了，马上人。抢，家人们，我们越抢他越急，我们不抢他都不着急了。啊，马上到了，人，好不好？嗯，你不要做了，不要弄了，马上人到了，好吧？马上就到了，你说你就不差这一会儿了，对不对？人到了，然后你给我打电话，你马上下去，好吧？好。啊，用100啊，我刚才忘记了怎么喝。嗯，我再跟你说一下，啊，这个用100度的开水，100度的开水，把这个壳给它扒开。100度的啊。开水，把里面那个人拿出来。啊。对，把里面这个人拿出来，用开水给它扒开以后，来，我给你弄，不用，你可能没有那啥，就这么的，直接看没看见我？你那个可能没有我这个尖，来，我给你扒开看看。先把那个壳扒开啊。对，先把这个壳扒开就可以了，看没看见？就是这么一扒，因为你可能不懂这个。没有刀子扒吧？对，不懂我们中医。没有指甲扒不开。嗯，对。就这样子把那个壳剥开，哎，然后把里面的这个籽。拿出来泡水喝是不是？是的，把它泡水喝，用100度的开水喝。对，啊，盖上盖子，这个吃下去没是不是？没问题的，到晚上睡觉前，可以给它吃，也可以直接倒掉，就直接倒掉就可以了。有点硬。嗯，泡水，这个，对，泡水喝就行。泡水喝，就软了。就泡20分钟。啊，对，20分钟。一个泡一次喝水喝是不是？对，它可以一直泡到晚上。一直泡，泡了多久才可以喝？不是这个东西喝的时候呢，哈，泡倒上100度的开水，焖20分钟。你喝到一半的时候，再往里蓄水，
喝到它无色无味了，你就不要再喝啊。喝到无色无味就不喝了。来，还有五大，懂得就拍，不懂的不用拍，懂得抢，不懂的不用抢。因为那个杨总在这可能总生气，就是他说心情不好，生气会造成那个就是放几颗，放几颗，一颗就一颗就行啊。他这个一盒里面啊很多颗了，数不起了，很多颗了。对。然后再给你们收到过是两盒啊，收到过是两盒，还有这个姐姐啊送你一盒啊。啊，好，谢谢送你一个。哎呀，谢谢，哎，你真的太幸运了。哎呀，太幸运了。还没到是不是杨总？还没到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谢谢他。还有啥比较好的？这是我要，这个是啥？这是我要那个什么。你要的。我要的，这是我要的。五水粉。